三个呢，真实看到小矮人的恐怖画面。哦，哎有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真的是小人哎、欸，耶、yeah! 啊！啊，很像那个啊，哥布林的感觉。都是小人啊！你看，他们发现了。回到小小剧台，这一节是了，弟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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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起跳啊！反正我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你怎么唱的不像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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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我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坐前面而已好不好？噔噔，好，好不好？知道什么舞的话，可以来告诉我们哦。那今天开场呢，我们现在问大家就是，大家看过传说的生物小矮人吗？你说那种精灵小矮人吗？对，精灵小矮人，或是那种《格列佛游记》出现的那种传说的小人，就是要怎么讲啊？因为讲小人好像有点奇怪，应该有点像小精灵吧？小精灵，或是那个哥布林，或是无法解释那种小人，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看过类似的影片。你说为什么今天讲到小矮人呢？因为呢，我们今天来看三个呢真实看到小矮人的恐怖画面。这几个也是在网络上就是疯传的，然后点阅很高，然后有几个也是我们之前没看过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，究竟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究竟有没有小人这个传说的生物？不一定能说死嘛，因为有可能有，因为地球那么大嘛，宇宙那么大，所以它的生活在我们周遭，什么生命的什么地底这种都有可能。嗯。是不是他们会隐形？也许我们现在身边可能会有，可能森林啊，森林啊、哦，就可能我们去森林，然后是不是它的保护色，说不定它有隐身的能力都有可能。嗯，我们先来看个文章，我们先来看到底什么是小人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三段影片。好，那来源是维基百科。好，那其实讲到小人传说生物，它其实有就是各种的说法，然后各种的神话，然后最有名的话应该就是西方出现的小人神话。在西方文化中啊，矮人呢是身材较为矮小的人形生物，虽然身材矮小，但是体格却魁梧丰盈，有些有浓密的胡子，擅长锻造和工艺，双手灵巧，大多生活在矿山附近。有不少矮人呢是活跃的战士，有些喜欢喝酒。如果你有打游戏的话、啊，常常会有一种角色叫做矮人，然后有什么矮人战士啊、矮人法师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西方很常见的一个传说啦。像哈利波特也有出现过很多矮人的角色啊，或是很多电影都有矮人，但它就是一个神话嘛，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这个生物这样。是那个骷髅啊，骷髅就是那个是哈利波特还是什么？不有那种骷髅的小小那个是魔戒，哦，是魔戒。然后，你真是有病啊！大家会觉得我们今天光很不一样，因为今天有个太阳在打着我们。今天是大太阳，太阳是要帮我们打的。嗯，安徒生童话中啊也有拇指姑娘的故事。嗯，白雪公主呢有七个小矮人，但是在托尔金的作品中有哈比人，就是那个魔戒那个哈比人。然后还有《格列佛游记》也有讲到小人国，这也就是比较著名的小人的一个神话。对，它其实。也算是一个都市传说了，像中国啊、日本啊、北欧啊，都有一些小人相关的传说了。那我们就马上来看好了，我们来看这三个画面，小矮的画面。好 ，Let's go。Go。好，第一个画面呢，标题是“拍到诡异的小人出现在后院”，然后来源是 Ghost and Viral。好，那一样因为版权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会放出声音。那我们就一起看画面。大家，你可以先留言，就是你相信有小人这个生物吗？相信的话可以打加一，不相信的话可以打个加二。好，我们来看三二一 ，real dog v is my name， 应该是某个人账号。嗯，哪里？哦，哎有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真的是小人哎、欸！我刚刚以为是那个哎、欸，那什么啊？蟾蜍。对，类似那种，而且它是光溜溜的感觉。对，它是小人哎、欸。嗯欸，这不是动画还是真的？但是这个影片很红，太震惊了吧！他从那个树的洞里面跑出来，那该不会是他的家吧？
欸，有可能欸，这么不小心被人类拍到这样。哎呀，真的欸，这个哦，那影看影子是不是真的？真的有影子欸。可是它真的就像有点像蟾蜍，或者是那种什么蜥蜴啊，还是什么？怎么可能蜥蜴那么大只？就那种小壁虎啊，之类的。科摩多龙。类似那种小小的，可是后来一看，哎、欸，它好像就是有头、身体、脚这样子。而且它刚刚有一度是不是用两只脚走路？确定耶，我们截图看一下好了。它是不是用手在跑步啊？哦哦，它这边截图一下，这边好像在这个画面，对，墙壁旁边那个画面，截图真的有点像人猿的感觉。感觉是手比较壮，然后脚比较小，然后啊，感觉这样跑。我觉得他蛮惊慌失措的，被人类发现了、啊，一定会赶快想要跑掉。就不知道是不是动画、啊，因为这种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是动画，但是会觉得很真。嗯、而且他那个拍当下又很吓到的反应，所以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这个画面很震撼的，这个我们之前看过很多小人的画面了，但是这个我觉得不确定真实性。好，那这个小人指数给他满分十分，这我给他九分，九分，嗯，觉得有可能是。对，那可以有人想法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小人的画面。啊，下个标题啊是小孩后面的拍到小人跑过去，来源是 Para Hunter。但是这个画面呢，我觉得我们好像不确定，但是我们好几年前好像是在某一个小短片有看过的样子，但是呢我已经忘记了，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说不定我们没看过也有可能。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是出现在哪一集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因为我真的忘记是哪一集。是不是那种记忆力很好的棉花糖炸鸡都知道？对，如果你有追踪我们，说不定你会知道哪一集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你看一下，这我们有没有看过？哟，你看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哟，这个好像有看过，好像有。但我不确定。可是这个，你像一个啊，很像那个啊，哥布林的感觉。或者是那个《玩具总动员》啊，那玩具跑过去。那个蝴蝶啊。对，就是这样跑过去、欸。可是就不知道这个影片的真实性。这太扯了。家里出现小人也太可怕了吧？虽然他可能也没恶意啊，但是又不知道，就是不小心出血这样。对，然后被拍到。哇，这个画面如果是真的的话，也很震撼。而且他感觉好像有穿衣服，还穿鞋子之类的，全蛋超人的感觉。这个画面虽然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，但是呢，这个画面还是觉得蛮震撼的。但是真实性又不知道了。我给他9.5分，小人指数。这我给他9分，我觉得真实度还蛮高的，绝对可能是真的。欸、只是意外，我是相信的哦，我相信有小人，就是小人这个生物，那种小精灵啊，或者是一些神话的，我觉得都有可能啊。就是这么不小心被人类拍到，嗯，那大家相信吗？可以留言的想法，留言加一。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小人的画面。好，最后一个标题是森林呢拍到小人经过，那里面来源是 GH Camera。那这个画面呢蛮神奇的，但是呢我们一起来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很像是一个某个节目拍到的。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哟，什么人还没出现？有这个，这什么？有个小东西在动哎、欸。那不是人吗？这是小人呢、啊。那、啊、小人啊，你看。他们发现了，他们很惊讶。你看，他们刚好捕捉到小人经过、欸。我刚以为你刚刚说什么节目录影，我以为是节目出现的人。不是啊，小人。可是他的画质很清楚哎、欸。再看是这个是那个、啊、单眼拍的三二一。你想要拿一个东西？他是戴安全帽、喔。不是啊，就很像那个啊，骷髅那种感觉啊，就像很像哥布林，他这个长得像哥布林。哎、欸，这不知道是假的，可是。我自己看也蛮像动画，但是有时候东西真的是会像到像动画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是，有时候太清楚的东西，你反而会以为它是 AI， 就是太清楚了啊。这个画面也是好像也有几百万点阅率，这个也是很红。然后它就是在一个树林意外拍到一个画面，有点墨绿色的皮肤，然后有点像哥布林，然后提个东西这样走过去。是提娃娃吗？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有可能哎、欸。Oh my god！ 所以我给他10分，我给他9分好了。带有一点疑虑，这样对，因为太清楚，太清楚你反而会疑惑。然后刚刚那个前面有点模糊，你反而觉得啊，可能是真实不小心拍到这样。大家可以留言想法，你相信是真的吗？留言加一，不行的话可以加二，留言起来告诉我们。好，没错，那我们今天看完了三个呢，真实拍到小矮的恐怖画面啦。好，弟在后面睡觉，就在后面睡觉，对，应该看到一点画面。那今天就是看了这三个嘛，一个是后院出现一个。从洞跳出来一个小人，但是不确定真实性，那个画面还蛮震惊的。然后再来是有一个小人从小孩后面跑过去，那个很夸张哎。
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森林拍个小人经过，这个真的都还蛮神奇，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动画啦，或是真的不小心就捕捉到小人的画面都有可能。那如果大家想看我们拍什么样的传说生物、都市传说的怪物，都可以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就拍下一集。杨波现在就是下一集传说生物的影片。那今天的影片，我们要全影片去掉。订阅频道，订阅我们 IG， 一定要追踪哦。大家欢迎支持我们，记得听我们的两首歌，一个已经100,000，一个快400,000了，超超超！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我们的会员哦，不仅有会员区可以跟会员里，也可以加我们的 LINE 社群，一起跟我们聊天互动。对，大家可以在 LINE 社群可以热烈的、活跃的聊天聊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见，拜拜 ，Let's go！ 记得留言哦，每次留言我们都会看，拜拜。拜托你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。拜托你不再追求那么死心塌地，把所有好的坏的都删掉。It's time to let you go。拜托你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。装得不在乎，其实很不安，藏着对你的爱慕，我说不出。